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223页倒数第五行看起啊，倒数第五行，广狭自在无碍门，大俗曰：如金池之镜，见千里之影，盖镜与狭，而千里之影呢与广。本经发达誓愿平云，佛所啊所具佛刹，广博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啊，以夜叉之利用，一个佛叉，它的能量、它的作用，遍彻十方。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都在其中，一个也没有漏掉，这叫广。这广的意思，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那一刹之相啊，不坏。西方极乐世界啊，圆圆满满，没有丝毫破坏，那利用无限之广，它起的作用就是遍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都在这一刹里头见到了啊，与一法之下不相妨碍，个个自在啊，小中见大，大中见小，就这个意思。
啊，信德里头没有大小。故名广狭自在无碍。啊，下面又说，于见诸佛净国庄严，在极乐世界，你想见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悉于宝树见见。啊，极乐世界的宝树放光，光中现刹，在宝树里头见到，犹如明镜独其面相，啊，就好像你在镜子里面看到面孔一样。一佛如是，同名广狭自在之玄门。经上还有例子很多，观经里面跟我们说的，正报里头，阿弥陀佛报身啊，现在十宝庄严土，这个身有84000相好啊，一般经上讲的释迦牟尼佛的身32相80种好，弥陀的报身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随行好，每一个好放84000光明，每一道光明里面都见到十方一切佛刹的一真庄严。佛的报身不增不减，十方世界隐现在其中，这是身现场。华念老这里举的例子是宝树现场，那由此可知，广狭确确实实没有妨碍啊，自在无碍啊。啊，《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尤其是不可思议。华严讲一微尘，啊，微尘之小，我们无法想象啊，到现在比较有个清楚的概念，科学家发现了啊，佛所说的极微是极微之微啊，被科学家发现了啊，多大呢？科学家叫他做微中子啊，称中微子也可以，他说100亿个微中子把它纠缠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
电子肉眼看不见，围绕原子核旋转的电子啊，这个原子的构造却就像一个太阳系一样，当中是个太阳，许多行星围绕它啊，原子也是如此，当中是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围绕着它转啊，微中子多大呢？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啊，100亿个微中子，体积等于一个电子，这么小的东西里面有圆满的宇宙啊，法界虚空界都在里头，法界虚空界没有缩小，极微时没有放大，啊，他们没有障碍，这才是真正的自在无碍啊！那谁能进去呢？《华严经》上说，普贤菩萨能到微尘法界里面去参访诸佛如来，供佛听经啊，普贤菩萨可以做到啊，这就代表了等觉菩萨没有障碍啊。如果像大乘里面常说的，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八地以上就有这个能力了啊，神通自在啊。所以中国古人有两句话，这两句话了，几十年来我们对他就存疑就怀疑啊，就是说大小，给我们讲大，大到什么程度？没有外，大而无外；小呢，小而无内。我们中国古人说这两句话，佛教没传到中国来，啊，这个说法与释宣门相应，啊，我们中国的古圣先贤是不是佛菩萨应化在中国啊？一些境界确实是佛境界啊，他们来说出来儒跟道都有我在年轻的时候对这些事情好奇，向老师请教，老师回答我是理上讲得通，
佛菩萨应化来，事上没证据啊，他没有暴露身份，没有说他是哪一尊佛、哪个菩萨来应化的啊，理上确实可能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法华经》普门品里都讲的32应。啊，宇宙确实非常奥秘，深奥神秘啊，大乘佛法把它讲透彻了，讲清楚了，科学哲学这是他们最高的命题，什么时候能得到答案？啊，所以大乘佛经确确实实是高等的哲学，高等的科学啊，科学往后越进步跟佛经上讲的就越相应了。摄玄第三，一度相容不同门啊，大苏是华严经苏抄，举大苏里面的说法，若夜舍之千灯，光光相舍，该一中有多，多中有一，是为相容；而一多之相不舍，是为不同。一度相容不同门啊，下面华严经上经文，华严奴舍那佛品里面说，以一国土满十方，设方如仪也无余，世界本相亦不坏，无比功德故能耳。啊，这都是无法想象的境界。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一土满十方，十方入一方，这相容之意，本相不坏，这是不同的意思。极乐世界如是，极乐世界是法性土，我们这个世界是法相，法相还是依法性，没有法性哪来的相？那我们现在问题在哪里呢？迷了，着相不见性，这是六道凡夫。六道凡夫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是什么样子？从相当中见性，这就叫大彻大悟。啊，见性之后怎么样了？一度相，一度相容不
不同啊，他见到了。这十种玄门他全看到了，在哪里？就在当下。这入诸佛境界，佛境界不在外面了，佛境界距离我们不远了，就在眼前，就在当下。啊，一根多同时见到，一点障碍都没有。啊，一国土满十方。这是说诸佛如来的刹土。啊，十方诸佛国土，在这一国土里面，你也统统见到。啊，世界本相没有坏。娑婆是娑婆，十方是十方，没有破坏。十方如一方，这是相容。本相没有坏呢，这就是不同。同中有不同。不同里头有同，这是无比功德的成就。本经弥陀宝相普心愿文四十八愿里面所说的，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这是极乐世界。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极乐世界一切万物当中，任何一物皆为无量宝相所成，啊，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物质都是珍宝。啊，珍宝有香气，啊，那么就是无量的宝香，入于一物，表一切法如一法，啊，无量的宝相在这一物，这一物是任何一物，不是指哪一物，啊，极乐世界一一物里头都含着有无量宝相。这个表，一切法如于一法，表啊，一多相容，又一物之一相，与众相之多相呢共存，表两相不同，
又慈香呢，又遍于十方。这个香气遍十方世界。啊，我们这有没有呢？有。我们现在的鼻根有毛病，所以闻不到。如果我们恢复正常了，我们就闻到了。啊，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我们眼睛可以看到，那个地方佛说法的音声啊，自然天佑，我们可以听到啊，极其美妙的音声，确实没有障碍，因为它都是遍十方法界的啊。我们迷失了自信，六根的能量大幅度的升起障碍，应当看得见的看不见了，应当听得到的也听不到了。《金刚经》上说，无眼圆明，实际上无眼是一个眼的，啊，一个眼迷惑有前身不同。佛的眼没有迷惑，他什么都见到。佛的耳没有迷惑，他什么都能听。我们迷了啊，这个肉眼隔一张纸就看不见了啊，天眼没有问题，隔一张纸可以看见。我们讲它能透视，啊，它感人身体是透明的，啊，看墙壁也是透人的，墙外面人它看得见，我们叫天眼，啊，这是我们本能，没有奇怪。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要修定，小乘粗苦须陀洹，大乘菩萨粗性味的菩萨，他们把见思烦恼里面的见惑断掉了，五种见惑断掉了，他天眼恢复了，啊，天耳恢复了，我们讲六种神通啊，这两种啊恢复了，他能看我们凡夫看不到的东西，他能听我们凡夫听不到的音声。啊，须陀洹，小小神，这叫入佛门了。啊，这个神通没有现前，学佛没入门呢。这个要知道啊，入门一定有这个现象。那从粗果升到二果，这个能量又出现了两种。他心头，别人心里想什么你知道，
啊，宿命通，我们过去一世、二世、三世，啊，十几世、几十世都知道。啊，阿罗汉能知道过去生中五百世，再往前呢，他也不知道。菩萨知道。啊，那我们知道，菩萨五十一个阶级，其实就是定功功夫五十一种功力不相同，越往上面去，能量越大。啊，所以到八地，能量差不多跟佛一样。就是完全障碍全部突破了。啊，成佛恢复自己的本能而已。楞严经上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了。你成佛有得到什么？没有，你一样都没得到。你所得到的全是你自信本来有的，只是过去迷失了，现在恢复了。啊，所以是你本有的，不能叫得。啊，得是什么？得是从前没有啊，这才叫得了。本来有的迷失了。现在不迷了，它恢复正常了，这怎么能叫得呢？所以说，圆满菩提，修行圆满了，到妙觉如来的果位了，你什么也没得到。啊，无量智慧，无量神通，无量相好，是你自心里头本来就有的。慧能大师明心见性，他说出来了。啊，他开悟说了五句话，第三句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何其自性，就没有想到。啊，自性里的里本来具足无量智慧、无量神通、无量相好。啊，一切无量是自己自性本自具足的，自性外面什么也没有。啊，所以佛教给我们从自性求，不能从自性以外。啊，自性以外什么也没有，自性外面那是魔啊，要从自心啊，佛家修行修自己的心呢，这个要懂得了啊，修自己的真心，这是佛啊，修自己的妄心，那不是佛，这是外道。啊，佛法是讲真心，啊，真心就是佛，真心就是菩萨。说佛是讲本体，说菩萨是讲这个本体起作用，起作用就是教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也回归到他的自性。这是佛陀教育。啊，那么这一段，
念老在中间。啊，还用这个比喻，又慈祥便于十方，佛名啊，一法便于多法，用相，相是一法。啊，他能够遍十方，十方世界都能闻到，所以一法便于多法，更显一多相融，不同之妙。一里头有多，多里头有一，互相包容又互相不妨碍，这个妙。下面第四段，诸法相即自在门。第三是讲相融，这一段呢要说相即，净矣。华严是诸品，华严经在中国有三次翻译，啊，最早的东晋。啊，翻的这个华严，我们叫它做六十华严，六十卷。唐朝时候有两次翻译，啊，武则天做皇帝的时候，第二次翻译。舍叉难陀一共翻成八十卷，叫做八十华严。啊，唐德宗、贞元年间，西域有一个小国，国王对中国皇上进贡，就是送礼物，礼品里面有华严经最后的一品如法界品，啊，这一品呢完整没有欠缺，啊，翻成中文四十卷，就称四十华严，啊，第三次翻译。那么这些译本通通都保存下来了，啊，大藏经里面都有。净矣是诸品里头说，一即是多，多即是矣。譬如水之于波，一水呢比喻一，一波呢比喻多，啊，波就是水，水就是波，彼此相即也，而各自在，故云相即自在。前面讲相融自在，这个地方给相即自在，相即就是啊，啊，水是静的，什么有染污，没有动摇，这水的相，水平如镜，它的作用是照见。啊，波是波浪，因为风吹到水，水起了波浪，波浪不平，波浪不能照见，啊，但是波浪就是水，水就是波浪。体是一个，
相不一样，波浪是动的，水是静的。啊，水能照见，波浪不能照见。啊，念老给我们解释，譬如水之与不惑，以水比喻一，以波比喻多，波浪太多了。尤其我们站在海边上，啊，观海浪，啊，波皆是水，水皆是波，彼此相契，而果自在。故曰相即自在。第二个比喻，又大疏云，这是八十卷华严的注解。清凉大师作的，他举了个比喻，如金与金色二不相离。黄金的体与黄金的色相是一不是二啊，一体现两种相，两种相是一体，二不相离。至于本经法藏因地品云，啊，本经有诸法相即自在的意思。啊，举出本经的经文，世尊能言一言身，有情个个随类解。啊，这是因身，佛为大众说法。佛是一个音声说法，听众啊很多很多，种类不齐，言语不相同。啊，佛以一声说法，听众啊每个人所听的，佛跟他讲相同的话。佛有这个能力，那不但每个人都听懂，每个人听的都是我们自己使用的语言。啊，好像通过翻译一样，啊，实际上没有人翻译。更妙的呢，每个人所听讲的内容不一样。啊，我想听华严，听的真的给我讲华严经。你想听无量寿经，你听到就是讲无量寿经。啊，那个人想听法华经，他听确实就是法华经。啊，程度浅深完全合乎你自己的意思。你的程度浅，他讲的浅；你的程度深，他讲的深。这叫有情个个随类解。
极乐世界没有啊。到你见性的时候，你也有这种能力啊，跟一切众生说法，不需要翻译，你的音声发出去，他说哪一种语言，他听的就是哪种。这什么原因？前面有一句话说，无比功德故能耳啊，见性无比功德就圆满了。那为什么？性德是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啊，我们现在的心被染污了，自性功德不能现前。我们现在起作用的全是阿赖耶啊，阿赖耶要靠记忆啊，记忆是阿赖耶里面落些种子啊，我们学过的东西，阿赖耶里头等于说有档案有资料，要把这些资料取出来用啊，这不是见性，见性没有阿赖耶识，不需要这些资料啊，自性功德跟一切众生感应到脚，众生有感自然现前，不一样啊！啊，所以修行一定要知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净土不例外，门门都是见性，才叫圆满。啊，没有见性不圆满。啊，圆满的见性，就是妙觉如来。啊，这是菩萨所希求的果证啊，他证果就是真妙觉，圆满的回归自性，就这个意思。这下面又说，又能现一妙色身。普使众生随类解，佛现身是一身，叫法身。一切众生随类解，众生想见佛，他看到就是佛像。那个人想见观音菩萨，他见的就是观音菩萨像。啊，另外一个人我要见弥勒菩萨，他看的就是弥勒像，不一样。啊，早年我在香港讲经，圣义法师告诉我一段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个时候大陆还没有开放，我第一次的讲经77年，好像是80年啊，还没开放。圣一法师跟另外一位法师两个人到大陆普陀山去参学啊，
普陀山观世音菩萨道场，从定海那边过去。啊，大陆有一位法师陪他，他们三个人啊，到朝音洞去拜观音菩萨。啊，听说在那个地方拜了，洞里面呢，观音菩萨会现身，让你看到。这三个人就在洞外礼拜，拜了半个小时，观音菩萨出现了，三个人都欢喜。啊，离开之后，三个人就说了，你看到没有？看到了，都看到了，什么样子？说出来啊，三个人见到的不一样。啊，深夜法师见到的是头戴毗卢帽，就像地藏菩萨那个帽子，戴那个帽子，全身金色。啊，站在那个地方，他看到这个像。啊，另外一个，也就是跟深夜法师一道去参访的香港的法师，他见到的是白衣观音。啊，我们通常看到塑造的像。啊，见到是这种像，手上拿着净瓶，拿着杨柳枝。啊，大陆一位法师呢也见到了，他看的是一个出家人比丘像。啊，是一位年长的老比丘。三个人同时去拜。同时看到了，果然见到的不一样。菩萨是现一个妙色身呐，众生随类见的不一样。夜明，夜阴中有一切阴，夜深中呢有一切深，一切皆一，一切一切，多皆是一，一皆是多，如水鱼布，水平的时候是一，水多的时候千波万波啊，一水多波，是相继自在之意。又经中，这是我们这个经，歌叹佛德品，其俗三华。即于空中啊，何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啊，这是极乐世界空中庄严之相。菩萨们散花功夫，花在空中，啊，自自然然。就聚集在一起，变成一个盖，花盖。花呢都朝下，我们看起来非常之美。啊，那么多花，很多花变成了一个花盖，多即是一。一花当中含有多花，这就
一即是多，啊，这个花盖里头许许多多花，是为本经中显现的第四玄门，诸法相即自在啊。那么再看底下一段。第五，隐秘闲聊居尘门，这是隐现。慧能大师明心见性，他的报告第三句是因，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是因。第五句是现，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万法是现。不生万法的时候呢，本自具足。隐现同时看到是明心见性的。啊，我们凡夫隐秘见不到。啊，一定是闲聊我们才能见到。隐现自在啊，隐现居尘啊，啊，这是心得。花严大疏里面有一句经文啊，从比喻若片月成空，慧明相比啊，这句话的意思盖指隐处居显，显处居隐，隐现同时，晚上的月亮，有一层薄薄的云彩盖住，看到月光。若隐若现啊，实际上在白天我们常讲日月同辉，我们常常看到啊，月亮跟太阳同时看到，月亮在东方，太阳在西方啊，看得很清楚啊，看到这个景观本经立佛现光品，有这样一段经文，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这是放光，光从手掌当中放出来的，普照一切，祝福世界，
一切诸佛世界在佛光当中显现出来了。十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夜旬。夜旬是很近，诸佛世界就在眼前。这是阿弥陀佛以他的神通把诸佛世界示现在面前给大家看。又你看得很清楚，乃至泥泥，这是地狱，溪谷山谷里头的小溪，幽冥之处，习大开辟，皆通一时。阿弥陀佛以神力，十方世界里都有六道，让你看六道里面的地狱道。这是隐秘最深的。这个地方更最深的地方见到了，其他的都不必说了。幽冥之处，这个幽冥包括恶鬼道，包括畜生道。有一些畜生我们看不见，因为他在幽冥之中，溪谷幽冥我们不容易看见。悉大开辟，皆通一色，佛光当中全都照见，犹如界水。这是取个比喻，界水是大水，是大山灾，里面的水灾。火灾能烧到出产田，水灾能淹到二产田，风灾能吹坏三产田，四产没有三灾了，所以四产叫福田。六道众生福报最大的住在四禅，四禅没有三灾八难。三禅还免不了风灾呀。四禅十八层天的，何况人间？我们看到人间里头也不少动物，怎么能会不遭难呢？要怎样才能避免灾难呢？这就要靠佛菩萨了。佛菩萨
大慈大悲呀，示现在六道，教化了这些迷惑众生，帮助他们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就能化解三灾八难。我们要明白了，佛菩萨与我们有大恩德了。过去的人知道，现在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过去从小有父母教你，有老师教你，有长辈教你，社会大众都在那里教你，你知道，知恩就晓得报恩，怎么报？依照圣贤教育去奉行。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特别是佛陀的教育，佛教导我们没有能力自己开悟见性，没有这个能力，都求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所以说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只要见到阿弥陀佛，决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就功德圆满了。有能力自己觉悟的，好。但是怎么好，都比不上求生净土。为什么？自己修行，时间很长。51个阶期，一步一步向上提升，要多长时间？要5量劫，很不容易啊！没有像到极乐世界那么快速。极乐世界是成佛的捷径，是成佛最近的道路。一生当中就能圆满成就，不用经过结束，不需要。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的身体环境做了一个大的转变，转80乘4支，换一句话说，恢复我们的法性身，居住的环境法性土，到极乐世界就恢复了。法性身、法性土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不生不灭，
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就有苦啊！极乐世界不生不灭，只有心性，没有识别。识变成智慧，阿赖耶变成大圆净智，摩那变成平等性智，第六意识变成妙观察智，前五识变成成所作智。所以极乐世界没有烦恼啊，连烦恼的习气都不存在。这个地方不能不去。84000法门，无量法门，没有一个法门能跟极乐世界相比。这个法门是第一法门的，稀有难逢啊。很容易修成，但是很难相信。一切诸佛都说，这是难信易行之法，成功太快了。我们遇到无比的幸运。这一生能掌悟，就圆满菩提。我们再看下面的文，犹如借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汪洋浩瀚，危见大水。这个确实，这是大山灾里面水灾啊！淹没到二禅天呢！用这个来表。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了，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这是用这个大水比喻佛的光明。这个借水把世界上所有一切统统淹没了。实际上我们地球上70%是海洋。海洋里面有山川，有大地，完全被水淹没了，看不见了。佛光也如是，阿弥陀佛的光明遍照十方一切刹土。
啊，我们接着看下面念老的说起啊，表一切法基于佛光之一法，这一法一法是佛光，显而一切法具影，那佛光一照，其他的光啊全都不见了啊，好比白天太阳出来了，我们地球上所有能发光的这些的灯明，它的光都显不出来了啊，看到佛光唯见佛光啊，明耀显赫了佛光显而一切法具影，那此图万物圣贤光明，菩萨有光，在佛光之下看不到了。辟支佛有光，阿罗汉有光，啊，在佛光之下了，都没有了，都看不到了。这是影显俱成，第五玄门之相。啊，第六，微细相融啊，暗里。大所云，清凉大师《华严经》注解：如琉璃瓶，尘多戒指，用个比喻来显示。琉璃瓶，古时候没有玻璃。啊，就是琉璃，琉璃现在我们叫它做水晶啊，透明的，用水晶做瓶子，内外透明，里面呢装芥菜籽，芥菜籽很小，可以装很多啊，尘多芥籽，以上过门，贤明广狭无碍，一多相容之意。那么坚持第六门呢，更指无论如何微细之中，亦可含容一切诸法，一毛一尘之中，无边刹海，一切诸法同时涌现，如一镜中隐现万象。微细相融，第六个华严上说明的啊，无论如何微细之中，里面的含容一切诸法啊，经上讲一毛一尘，毛是汗毛，汗毛尖端啊，身上汗毛尖端，这么细的毛尖端，一粒微尘啊，
一个毛端，一粒微尘。微尘在哪里？就在毛端。这一粒微尘在毛端上，它不会掉下去。啊，无论身怎么转动，不会掉下去。为什么？它太小了，毛比它大，毛有吸引力把它吸住。啊，像地球上一样，地球很大，引力很大，地球上所有一切物质不会跑掉。虽然地球有很大速度在自转，啊，这里面统统不会丢掉。啊，这叫引力，啊，地心引力，是一毛的引力，那一尘在这个毛尖端上如如不动。啊，这个尘之小，啊，毛之大，尘很小。啊，但是这一尘当中啊，有无边刹海，无量无边诸佛的国土，在哪里？在一尘当中。啊，那么这一尘，《大乘经》里头叫做即微色。啊，佛经上的名字叫即微色，又叫做即微之微，又叫做灵虚尘。啊，它是物质最小的现象，这个物质呢不能再分，你把它一分，分作两个，它就没有了，啊，它就不见了，所以叫灵虚尘，跟虚空做邻居，啊，一分就不见了，这个东西被现在量子力学家找出来。啊，我们也不能不佩服这些科学家了。啊，科学家用什么方法？方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就是分析。大概在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当时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不能再分割了。啊，随着这些年科学的进步，仪器越来越精细，啊，能把原子打破。啊，看看它到底是什么。原子被击破之后，发现里面有原子核，有中子，有电子。啊，有这么多东西。那么再把原子核打破，再把电子打破，再把中子打破。啊，现在有这个技术啊，以前没有这个技术啊，没有这个仪器啊，一代比一代进步啊，把这个原子打破之后，发现基本粒子啊，更微细的东西出来了。这些基本粒子再打破，发现夸克啊，夸克还不算最小，再把它打破，发现微中子啊，这很小的。
再把微中子打破，物质没有了。发现什么呢？发现念头波动的现象。于是这些科学家恍然大悟啊，原来物质是假的，所以他们发表报告，根据他们研究所得到的结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之存在。那物质是什么呢？物质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象。这个事实真相被发现了。那么发现报告的结论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佛说极微之微打破了，再分了就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了。是什么东西呢？是念头波动产生物质现象。所以佛说色由心生，相由心生，说色说相都是指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佛说了，从念头来的，从心生。科学这一个发现是一个非常了不起革命性的发现。他们提出来西方科学这400年当中走了一个很大的误区，造成许许多多的错误，根本呢就是二分法，把整个宇宙分为色法心法，这是错误的。色跟心不能分，是一桩事情，而且是色由心生的。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从念头生。那么换一句话说，念头可以改变物质现象。第一个就用在自己身体上，你的念头正、纯真、纯善，你的身体就健康，百病不生。生病呢，一定由不善的念头所引起的，不善的念头制造出带病毒的细胞，细胞是物质现象。所以佛家讲贪嗔痴叫三毒，贪嗔痴慢疑叫五毒。如果心里有这些东西，你的身体细胞里头就带着有病毒，那就是一切病的根源。如果明白这个道理，把病毒放下，与一切法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你身体完全健康，你的细胞没有一个带病毒的。所以念头可以治病。现在这个发现
引起科学界的很大的震动，但是一般科学家还没有完全承认，所以叫前卫科学啊，还有待证明。他们到处收集证据啊，来证明这个理论是真实的啊。收集证据的第一个目标呢，就是得重病的啊，医院放弃治疗啊，这些人就等死。那么这些人里面有不少是信仰宗教的，他们就找这些人来做实验的对象啊。信仰宗教人知道寿命不长了，只有一两个月了，他婉约放下，一心祈祷，求神带他到天堂去，带他到天国去，把自己的病呢不理了，通通放下了，根本就不想他了，只想天堂，只想神，想上帝。念佛的人只想佛，想极乐世界，其他的通通不要，一念不生。这样过一两个月没死，再去检查病都没有了，好了。这个医院医生说这是奇迹，无法解释，奇迹啊！但是真的，真有不少人健康恢复了啊。那么现在应该这个例子相当丰富了啊，不但能治生病，而且能化解地球上的灾难啊。为什么地球上灾难也是我们贪嗔痴慢疑变现出来的佛在经教里告诉我们，贪心感应的水灾嗔恚感应的是火灾，火山爆发地球温度的上升，这都属于火脾气太大了，嗔恚心太重，愚痴所感应的是风灾，傲慢所感应的是地震，怀疑所感应的是山崩地陷高山倒下来了，大地突然陷下去了山崩地陷，现在这些灾难到处都有山崩地陷以前有听说，但是很少，现在好像很多，很多地区都发生这个现象，地突然陷下去了，怀疑这贪嗔痴慢疑无毒我们的念头改变了，地球灾难就没有了。地球是人居住的地方，人要像个人，人的标准是什么？中国老祖宗告诉我们，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中国人的标准那么佛的标准，佛告诉我们
人修中品是谁？啊，天人是修上品是谁？感得天人，天道，人道是中品是谁？修罗罗刹，他们是下品是谁所感得的？福报很大，福报往往超过我们人间。啊，为什么叫他做下品是谁？实际上他们所修的上品是谁？为什么上品变成下品？因为他有傲慢，他有嫉妒，这个严重烦恼没有放下，啊，带着傲慢嫉妒修上品是谁？果报叫阿修罗，有天人的福报，没有天人的德行。天人慈悲也，啊，他们嗔恚心中，报复心中，嫉妒心中，再把他们这一道啊称为三善道里面最后的一道啊，修罗道，人天修罗。啊，那么下面有恶鬼道，有畜生道，有地狱道。啊，恶鬼贪心所感，地狱嗔恚所感，畜生愚痴所感。所以我们要断贪嗔痴，永远没有三恶道。六道轮回从哪来的？从人的念头所生的。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说得好啊！啊，现在被科学家证明了，一切法真的从心想生。心想从哪来的？啊，追根究底啊！现在科学家底下这个命题，就是念头到底是什么？现在在研究这个。啊，研究的报告不少。啊，很多书店都能看得到。念力的秘密，念力的能量，都是这一类的报告。啊，越来越靠近佛法了。啊，佛告诉我，念头从业相生的。啊，佛经不叫念头，叫转向。啊，物质叫境界相，境界相从转向生出来的，转向从业相生出来的。业相是什么呢？大乘经上常说，意念不觉，意念不觉就是业相。啊，不觉是懂的，觉是不懂。啊，所以佛家
修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修什么？通通修定。不是别的。所以经上说得好，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不管哪个法门，通通修得禅定。啊，为什么修定？因为自性本定，真心是定的，妄心是动的。我们现在有念头，有起念，念起念灭，这是妄心，这就是阿赖耶。啊，真心真心不动，所以我们能放下妄心，妄心起心动念，我们眼见色，耳闻声。啊，真正修行怎么修法呢？看得清楚，听得明白，这是慧。啊，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清楚明了。没有起心动念，这是定。自性本定。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如不动，这就叫佛，这就叫本来面目。啊，你本来就是这样的。华严经上说，本来是佛，本来成佛，佛不从外头来的，放下就是。那我们念佛是用念这一句佛号的方法修定，开悟了。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的榜样，他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三样我们都不能跟他相比。弥陀经上所说的弥陀跟无量寿是同一部，可以相同。经上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什么叫善根？善根是智慧，一接触就不怀疑，就相信，这是善根的。福德是什么？福德是定，是清净心。那我们常讲老实、听话、真干，天赋生下来就有啊，这叫善根。啊，福德是什么？真诚。啊，待人真心待人，不是妄心。啊，清净。心里头没有被染污，恭敬
敬人、敬事、敬一切万物。那我们在敬忏佛寺里头拜忏忏仪，第一句话，一切恭敬。我们会念没做到，口里恭敬，心里头没有。啊，要身口意通通去除。印光大师说，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一个人有这三样，啊，真诚、清净、恭敬，这个人有福啊。海贤老和尚通通具足，啊，好像是天生的，前世就带来的，他就那么老实，就那么样诚恳。啊，就那么样听信、听话、真干。啊，对人、对事、对物，恭恭敬敬。啊，这样的心态念佛，老师教的念佛，他接受了，一门深入。他念多久成功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因为我们在往生传上看到，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许许多多念佛往生的，大概在三年，啊，三年前后。啊，是不是他们那个时候寿命都到了？有人问过我说，没有那么巧的事情，两个三个或者可能，不可能有那么多啊，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三年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能够自在往生，我想去就去得了啊！这样的功夫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你好好念三年，一心一意想西方极乐世界，像刘子在外面过了很苦的生活，流浪在外面想老家啊，想自己的父母啊，想上三年阿弥陀佛就真来了。就是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是现前见佛。我们功夫一得力，佛知道了，他来安慰我们啊，增长我们的信心，来告诉我们你还有多少年的寿命啊，等到你寿命到了的时候，我来接引你。你看，这就等于给他做了证明了，这哪有错的呢？啊，自己很清楚。那么有些聪明的人知道机会很难得，还有寿命不要了，
啊，我现在要求跟你说，啊，佛会答应，佛很慈悲，有求必应。啊，那么佛会告诉你，啊，答应在什么时候来见你？啊，有人两三个月之后，有人一两个星期，个人情形不相同，佛替你安排呀。啊，第二次见面就是给你约定时间，啊，约定的时间长的三个月，短的三五天，啊，一个星期，你可以准备后事。啊，准备到极乐世界去，所以第三次见面，你看到佛带着莲花来接引你。啊，一般往生应该是三次见佛。啊，海贤老和尚那么长的寿命，我觉得不是他自己的。是佛力加持的啊！为什么要留着他表法？这么个意思，我们要清楚啊！啊，他出家，到他往生，92年。啊，92年这么长的经历，我们大家对他没有怀疑了。啊，你要问我，这个老和尚跟阿弥陀佛见面多少次了？我的估计至少10次以上。时间这么长啊，92年了，啊，决定不是3次，啊，10次以上，常常见佛，啊，功夫，他决定是上上品往生，决定是礼义心不乱，所以他说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人所说的。啊，他有没有道理？有。啊，因为他老实，他真干。他3年功夫成片，再3年事业心不乱，再3年礼义心不乱。得到礼义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应该在什么时候？40前后，他就得到。啊，每个人的缘不同，每个人呢，使命不相同。啊，他的使命是给我们表法的，他自己说得很清楚，表法就是做榜样给大家看。啊，在我们这个大时代，念佛人要想往生极乐世界成佛，就学他那个样子就行了。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所以我们要把他的光体当作无量寿经来学习。啊，一天看3次，一年看1000次，
就成功了。你也有能力往生了，一年的时间啊，一天看三遍，念一万声佛号啊，天天不缺，一年你一定会成功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这。